这个路标大家知道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这是台十九嘛？哦，台十九。这两个地方可能会变成打卡点。打卡热点。拍个照嘛，一看到这叫你转七弯，实在是吓死我了。这一看就是宾士 E Class， 对不对？他把它贴成一三点一四一五九。